这里，那是我们讲经济啊，那经济玩家是我们的过客啦。那我们的过客他现在已经几等了？175是几等了？对啊，就是他。好了，继续把主线解一解。我们现在就等着这样一直一直解下去就可以了。看这边有工会的，嗯，哦，这边好多只哦。这边很多时钟。